你们大嘻哈时代二的冠军就是阿夸曼。All right， 恭喜阿夸曼！现场的朋友，大嘻哈时代二总冠军，我真的谢谢评审还有所有观众朋友，然后我要谢谢我爸妈，因为他们从我参加比赛之后，他们就开始越来越支持我，然后最重要的是我台南那群兄弟，我做到了，这冠军是恁的，这个冠军是咱大家做伙捡到的，兄弟，我做到啊！请我为着站在这个